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您知道吗？如果想要让自己生活的生活环境变好，其实可以加入社区营造。社区营造最主要就是凝聚在地民众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在今天节目中呢，就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要带大家来打怪升级，一路来看看他们如何营造社区的亮点及魅力。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文化局文化发展科科长郑鼎清。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鼎清科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市大庄观愿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秋玲。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第三位是我们文安里里长李龙进。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里长好。第四位是我们基隆市社造中心的执行长吴伟如。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伟如好。刚说到社造，其实这一路走来有很多的亮点，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不过看到的都是一种温暖的力量。我们就要先来请教伟如，跟大家分享一下历年来的一些亮点，或者是今年度的一些执行计划。好，谢谢小君。因为其实社区营造在台湾还有在基隆发展大概已经30年了啦，所以如果要细数每一年的亮点，大概今天的节目可能播4个小时都播不完。对，对，所以我想综合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基隆大概有几个还蛮重要的亮点是跟其他县市有所不同。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基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在地化，就是说基隆的社区网络是很紧密的，也就是说社区跟社区的伙伴之间其实互相认识的比例很高，就走出去就会遇到邻居。对对对，走出去就邻居，不然就同学。对，不然、就是、很多社区理事长都是同学，就不然就亲戚。对，那所以其实它跟社区营造的一种精神也很相似，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基隆推社造有一个理念啊，我们希望社区不是只关心自己社区里面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关心的那个尺度可以更大。所以我们也可以关心别人，关心别的社区，甚至关心到整个城市。好，所以在基隆我们有个很特别叫做社造家族的一个机制，等一下也会聊到。对对，那这个家族长，对，家族长，今天两位理事长就是我们家族长。对，听说报告都互相观摩的，互相分享，互相分享。对，所以在基隆，我们在谈社区营造，我们不会谈个别社区的成绩，我们谈的都是社区跟社区之间怎么互相协助、互相帮助，然后还有包含学校的参与。学校的参与也是我们基隆的第二大亮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有自信说，在全台湾，学校参与社区营造计划或是社区营造工作的这个比例是相当相当高的。对，我刚刚问伟如有多少，他说哎好多，我数不出来。我无法细数，但我可以比如说以今年度来讲，因为今年度文化局我们补助了26支的社造计划嘛，那在这26支计划里面就有20支计划是跟学校有关。所以你看那个比例就非常非常高。是，对，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提几个亮点，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讲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有一些推动的主要的方向嘛。是，那这些推动的主要方向其实就是奠基在我刚刚谈的这些基础之上。 对，所以大概有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今年推动的主要方向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因为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其实是把都已经跨出社区，我们不会只限于单一的社区去谈社造嘛。所以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们在推动一个叫做以议题为导向的一个社区辅导工作。那什么叫以议题为导向？也就是我们其实不再限说你一定是社区发展协会，还是你一定要参加什么某种组织你才可以来做社区营造工作，没有这样。所以其实包含像我们今年也有个人的提案哦，个人也可以参与。哇，然后也有学校的提案。嗯，所以学校也可以来主动做社区营造工作。然后也有一般的社区发展协会提案，这个很常见嘛。那还有一种是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区域的社区发展协会，它可能是因为某一种议题或是大家志同道合聚在一起，然后成立的一种跨社区的协会，或是他根本就没有立案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因为某一种主题，比如说我们同样关心环境，然后我们同样关心比如说视障者权益，
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也有像这样的群体是越来越多。是，对，所以在基隆我们的社区营造的一个推动，它的方向就变得越来越广，参与的人也可以越来越广。好，这是我想要谈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是因为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其实社区或是社区营造工作也其实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嘛。可是那个影响当然刚开始可能会有负面，可是慢慢的它导向正面。怎么叫导向正面？就是大家反而激发出一种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所以大家3C变很强。对，就是在社区我们可以看到社区的长辈开始他们也知道3C很重要，然后等一下理事长们也都可以谈谈，在他们社区其实都有在办这个跟公民科技相关的一些课程，手机班，对，手机的那个，所以报名很踊跃。对，现在几乎很多社区都会在办这个手机的操作，是学习。对，因为其实在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年社区工作它还是要进行啊，可是怎么进行，大家开始学会那个 Google 会议，有没有开始学会线上会议会线上会议，然后在线上上课，在线上没加入就打电话去叫他，哎，赶快打开，在线上做运动，在线上做运动，对，然后在线上做这个电访关怀，就是很多社区工作其实转成线上的模式。那在我们社区营造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数位工具的应用，比如说大家开始学广播剧以前是社区剧场 podcast, 对不对然后现在变成广播剧然后甚至有 podcast, 对，像我们基隆也有一个专属于我们基隆社造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在基隆跟社造谈一场恋爱，大家可以搜寻。好，我们上面在基隆跟社造，对，我们现在上面已经有大概14集的节目啊，还慢慢的在陆续更新当中。好玩耶。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两年也在推数位地图，就是说把社区调查来的一些地方上的故事啊或是景点把它数位化，对，所以其实慢慢的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而且还跨世代协力，对不对？对，因为这一些数位科技其实还蛮需要年轻人加入，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数位地图，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讲师就是培训一批年轻人进到社区当老师，对。那比如说像今年还有跟学校合作的部分，像我们基隆文史协进会，他们今年在那个明德大楼做就是在地文史，然后还有中原记相关历史的一个闯关活动然后那时候仁爱国小小朋友就有来参加就是那一整栋都变成关对，就是一个闯关的关卡，他们从1楼闯到4楼，这样变得像实境游戏，对对 对, 對。然后仁爱国小小朋友有来参加嘛他们参加完回去之后呢，就把他们闯关的那个题目还有内容把它数位化变成线上解谜对，那它变成线上解谜之后再就是等于说再回馈给协会协会他们可以再去使用好特别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互动，对对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加强区公所的社造平台，对不对？对，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区公所它其实是第一线的行政单位嘛，所以其实在整个区域发展上面，我们也鼓励公所可以投入社区营造的行列，所以从像去年到今年每一个公所其实都有跟着文化局一起去提报这个文化部的社造补助计划对，2年计划对，那在每一个区公所就是每个区域都提出一个他们自己的特色的推动计划这样，然后去整合地方上的社区资源也好或学校资源也好去一起做社造工作，所以这个也还蛮特别，而且公所的伙伴很辛苦啦，他们又要很多的一般的他们自己的业务然后又要特别来做这个社区的工作对，但是等于说这一股力量在基隆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起来，一个民间的力量，然后跟公部门合作，互相合作这样的力量。是，就是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成就彼此的这个亮点呢，让基隆的社造越来越有看头。所以我们要请教我们两位家族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跌跌撞撞，或者是
接受很多的爱与帮助，在这部分有所成长，那当然就营造出基隆的亮点。我们先请教里长好吗？里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开始上83年就参加那个李登辉总统的社区总体营造，那一开始是懵懵懂懂，不懂得什么叫社区总体营造。那刚好我们那个社区是一个传统式的社区，大家都是左邻右舍都很熟悉的一个老邻居，所以在沟通上比较没有那么困难，轻松愉快，就随便打个招呼就 OK 了。嗯，那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环境是特别特别的复杂，嗯，台南怎样比文南社区更复杂的，好像找不到了。那为了这个，大家为了自己住的安全环境，有一个美好的环境居住环境跟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才出来做社区总体营造。一开始操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定位从生活文化记忆来着手，就是社区资源调查。一开始社区资源调查，我们觉得很好玩，就是请老先生、老阿嬷来说你社区里面有哪个五大优点值得行销、值得推广的，写出来。那五个最值得汗颜的地方在哪里？阿公阿嬷都不敢讲，不敢写。后来我们就开始去找小朋友，小朋友童真，他也没有那顾虑，他就该讲就讲，该写就写了。所以把那个集合出来以后，在大家讨论说，既然有这个五个优点、五个缺点，我们来如何行销来改造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光荣感找回来。那结果效果蛮不错的，大家也阿公阿嬷把那个旧照片、旧资料都提供出来，那小朋友也在无形中学到我以前住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以前长什么样子。对，那所以很珍贵的资料都找出来以后，开始大家在思考说该怎么来改造这个地方的环境，该改造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文化，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文南社区，那效果不错。后来我们也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也去跟学校合作。学校的文史，我们要把文史推行销到学校，小朋友更多人知道。所以学校的文史教育课程，我们请小朋友去带。真好玩，不是大人带，小朋友去带。我记得我有采访过，因为那时候好像带大家去看，原来文安里有一条河，对不对？港，石硬港，对，我想啊，这条水沟以前是那个港，我印象好深刻。然后小朋友就讲得很激动哦。那用小朋友来讲的话，那个效果跟我们大人讲的话，大人会怕得罪人家，不敢很老实的讲。小朋友很童真，他就讲该讲就讲。对对对。那讲出来以后，大家就来该改的就改，该炫耀的就炫耀，那效果蛮不错，一传十，十传百，那更多的小朋友来参与，那效果很好。我们也曾经跟仁爱区大概所有的小学跟国中都有一个合作，乡土教学的合作的，效果蛮值得我们去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向下扎根很重要的。真的就是向下扎根啦，孩子从小就对地方有深深的体验跟认同感，那这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故事哦，不过我们先请教，要听理事长来说故事。从一开始的社区发酵，到最后居然可以引领全市的大型活动，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今年度的海洋老鹰嘉年华。由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所发起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已经迈入第13年，除了展现出基隆的海洋特色与活力热情之外，今年携手各公益与弱势单位一起来加入，整个真的是有那个南洋风，就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很兴奋。我们今天坐的车子就是海豚车，就是我们的海豚是一个有怀孕的海豚，我们想征我们的那个培育啊跟生长这样子，有智慧，志诚、易信、易明，还有李东，还有那个孝贤，我们六大社区一起来完成这样子。那我们希望我们也有那个惊奇舞，我们在前面就是要让全基隆市然后变成有爱的城市，然后大家都永远的健康快乐。嘉年华会是继基隆中元祭以后，基隆再办一个盛会，
很感激在理事长的帮忙之下，今年有56个团队，25个摊位，最好最好的活动，请大家来基隆。那我们非常感谢蔡秋林理事长等等相关的团体，今年有56个团体共同来表演，仿佛我们基隆的街头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现场，观光的圣地。那我想我们海洋就是基隆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我们未来希望，我们的理想是希望我们未来基隆可以开发海洋蓝色公路、蓝色经济。哇，又可以看到我们地方营造的魅力，到最后地方创生。刚刚最后一讲还有讲说蓝色经济都要出来，我们要请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哎，这一路走来很特别、很不一样的经历。啊，会参加社区营造，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觉得很奇怪哈。我还没有住到纵观台北的时候，我是住在成功市场那里。哦，我回家啊，我是什么？连里长是谁我都不认识，所以政治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结果我搬到基隆市住宅以后，就因为偷偷的去扫那个我们的地下室跟那个楼电梯，太脏了受不了，就去扫一扫。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个人是处女座 A 型，所以我每次看到脏的地方，因为那时候都还在盖房子，所以我每次看到脏，我经过的地方总要扫一扫。嗯，那就因为这样子被选成什么委员啦哈，选成主委啦，然后就参与了公共事务。那这一下就本来是楼上的人来跟我讲说，劝我来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说我对这个完全不懂不认识，而且我也没有时间。结果我老婆洗好澡出来，我已经讲了2个小时说不要不要，她出来说如果你有空就去帮帮忙。就因为她这一句话，玩到现在，对，对，那参与社区营造以后，我们就发现说，蛮多好玩的事情啊，也就是说，纵观社区来讲，它是最后一个基隆市成立的一个里啊，因为全部都是基隆市住宅，有14个管委会，那么有大概接近快3000户，那这3000户当中，全部都是基隆市住宅，只有一个桌座，它是一个现在仅存的对。仅存的基隆市蛮好完整的一个三合院哦。那我们会在那边就是办了什么千人的烤肉，对，刚开始很厉害耶，整个社区一进去都是烤肉，封街的千人烤肉，然后也办了在社区里面做游行这样子。那后来是因为认识因为有社区的那个社区大学进驻到我们社区来这个开课，那其中有一个社区总体营造课程是由建商无条件提供社区大学的师资，让跟我们来做这个指导。结果我们上这个社区营造课程总共上了7年，比医学系还要上的比较多，跟医学系一样，上到老师都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上了，拿我们的东西出去上，对，哦，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去认识了梦想社区，去认识梦想社区。但我个人很喜欢去认识一些社区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时常会去做一些参访的这个活动。那在参与社造以后，这是我发现说，基隆市的社区营造，它不但是人口少。但是我们参与社区营造的社区营造的这个量能很大啊，数量蛮比别的县市还要再多。那社区营造在基隆市能够让我们这些社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指导的这些社区营造中心，他们除了说你不会写计划案没有关系，慢慢的指导，有一些案例的这个宣导，有一些案例的这个辅导，然后其他的计划案的内容怎么写，甚至还有家教班，那刚开始写计划，对，还有一对一的家教班哦，然后这个社造中心还会有
比如说核销会有怎么样核销？核销也有家教，核销也有家教，所以你不从头到尾不怕说，对，从头到尾你不会怕说我这个东西怎么写，写完了怎么执行，执行完了要怎么核销？那这一套如果你全部都会了，那在基隆市各个地方你要申请计划案，应该都非常的容易。那除了基隆市，我们在做这个有一个很社区营造，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家族社造家族。那这个社造家族，我们里长就负责是传统式的龙来吧家族，那我们这边叫乐活家族，就是属于比较都会型的这种社区。对，那以前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社造的时候，很多计划案大部分都会竞争型。我今日写比我较好，提比我较侪钱，所以我让今日看，你今我看。但是，我们成立这种社造家族以后，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见面好几次，包括陈国长，包括什么都会见面好几次。然后在这次见面的当中，大家互相学习，不会说有看不的可能啦吼啊，然后，互相学习的时候，你会激发出你自对自己社区里面，或许你有想象，明年你可以做什么，后年你可以做什么，按部就班的去这样把社区做得更好。更难得的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是，不管是文化局、都花处，还有社会处，甚至于是跨局处的为社区这样合作来执行。比如说，有的社区它比较适合做这个硬体的，我会引介他们到都花处去申请更多的经费。那如果是有一些社会处这边有一些资源的进入的话，那会更增加社区对于我们民众的这些服务。我想在这个部分，在别的县市我大概目前还看不到说跨局处还可以这样合作，然后社区跟社区之间大家可以这样不分彼此的，然后把它这样来合作。那像串联在一起会更好，对，串联在一起。那我们的这个嘉年华也因为这些社区家族有革命的感情，然后我们每一年在做这个嘉年华工作坊的时候，那个一个月的时间日晒雨淋，但是大家都甘之如饴，对，甘之如饴，每天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些社区都有参与社区营造，所以他们都可以知道说，这个过程是怎样。然后甚至于我们现在结合了学校，结合学校的参与，那这些计划，这些我们每一年，甚至于我们在设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嘉年华必须要有一些转变，如果说每一年都一样，那可能民众会以为说每一年我想这个队伍后面都是这样的哈。那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主题的产生，那这些都是跟艺术家、跟社区大家一起讨论，把它设定一个主题出来。那像今年我们就是有公益团体，这样的，像社团法人盲人协会，还有启明协会，还有好难得哦，可以邀请他们走出来。对。那这一年他们来参加，我们特别为他们设计的花车，让他们可以坐在上面，然后很轻松的，不会说因为他们是盲人，所以没有办法出来表演。对啊，但是他们练了很久，我知道盲人要练一个鼓，打一个鼓那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练一天，他们可能要练一年，真的是。我们可以体会到说他们的辛苦，然后，经过结束以后，我问过他们说，
哎，你们觉得说我们的嘉年华游行好玩吗？他说很辛苦。我说那明年会再参加吗？会。就这个好像是在爬山一样哈，去登山的时候，哇，拿着鞭子在后面鞭，赶快走，赶快走，下次要不要再来？有，还是在。不过我也想说补充一下，因为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盲人福利协进会啊，启明关怀弱势协会，还有脊髓损伤协会哈，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社造的伙伴，对，他不是凭空邀请来的，他们都是社区营造的伙伴，对，然后虽然。我们一般对于弱势者的印象是好像是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提供协助或什么，但是他们在社区营造的这个工作里面，对，他们是反而是积极的那一个方向的，对，所以他们其实提出了很多视障者遇到的问题，然后如何想要让民众知道视障者平常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互相沟通，然后一般大众可以如何帮助他们或是协助他们，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行走在这个街道上，其实行人的友善这件事情是他们很想要倡议的，所以他们其实在社区营造里面是一个倡议者跟行动者，对，所以这几年他们也在倡议这个路平，然后行人安全。那因为路平或行人安全，其实不只是视障者的问题嘛，像比如说高龄者也会需要，然后像行动不便者，然后甚至是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对，其实都会很需要。所以这个议题其实就扩散出来，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那所以也因为在社造家族的关系，大家互相认识之后，我们就其实，然后家族长跟这个我们这些视障的伙伴们就在讨论说，那是不是在嘉年华里面可以一起来倡议这件事情？所以才设定了今年的主题。对，所以嘉年华虽然说是只有一天在街道上这样子来做展演，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经过跟这个在艺术家讨论，然后跟社区讨论，那这些参与社区。其实大部分90%都是有参与过我们这个社区营造的这些伙伴，他们一起来参与。没想到是今年累月累积下来的，那所以就是跟我们的市长推的那个有爱城市是不相磨合的这一件事情，让大家就看到哇哦，原来基隆真的是非常有爱。那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社区，那社区营造部分。每年都有亮点，那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社区小旅行。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八堵火车站对面的复健山巴南社区的营造力。此复健非彼复健，从八堵火车站对面的巷子进入，跟着指标走就可以来趟复健山之旅。旁边这边就是刚好是火车站的位置，所以你看它这个以前是一个制高点，像当初侵犯战争，他们就是打到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复健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重要的军事要地，不管是进入竹林秘境，还是通往基隆高中的通学步道，仔细观察都可以看见军事碉堡。我上次导览的时候带大家走到这里的时候，我那说：“哎，碉堡到喽！”大家说：“碉堡在哪里？碉堡在哪里？”实际上，它就在你的脚下。沿途山径步道都设有解说牌，丰富的生态及历史文化从中可一窥究竟。这棵树啊，就是你看那个皮都已经被剥落了哈，它这个不是人家去把它剥下来的，它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九球吗？还是不是？不是，这个树叫做白千层。白千层，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调查跟盘整，然后举办了四个场次的社造小旅行。那今天是第一个场次，是我们走我们复健山跟我们的义建社区。内政部营建署的社区特优奖，荣获最高荣耀，主要也是赋予环境新生命。这是一个环山的步道，看到的严家古厝，看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觉得在这里面这么大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出一个时代的传承，然后我们也看到历史的风貌，觉得蛮感动的啦，因为就是从社区来就是这么有很脏啊很脏乱的地方，那可是重点是透过大家一起投入，然后一起参与，然后付出实际行动，然后把整个社区变得更好。靠双脚走进山，想走多远多高全是选择，像极了人生缩影。而这一条神雕帕麻步道展现的是社区营造的精神，欢迎大家来爬复健山，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巴南社造的成果与魅力。
欸，真的很难想象，没想到富建山就这么近，而且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走走。那当然沿途有非常多的改造跟一些新的小建设，我们要请教鼎清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社造的一些亮点。好，那就是其实社造小旅行这件事情啊，大概我们也持续了很多年，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概这三年我们就没有举办相关的一个小旅行的课程哦。那今年又重现江湖，那特别是规划了四条路线。那这四条路线呢，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旅行的路线，可是其实它是透过我们社区的彼此的讨论，才把这四条路线去爬梳出来。那刚刚大家在影片当中看到的那个富建山，也是巴南社区这一条路线，其实是巴南社区它在做社区资源盘点的时候，因为巴南社区它其实是一个狭长型的社区，也就是它的头跟尾其实距离很遥远，那这个距离很遥远就很容易把社区居民切断，就是彼此的联系是切断的。那他们盘自己社区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地点其实是比较属于中间点，那个地方叫富建山。嗯，那可是富建山过往就是在社区实际进入之前，它其实是有一点荒废的地方，就是说包括它的环境，然后它的整个路线上面其实是有一点荒废的。那巴南盘到这个点之后，他们就开始去进行富建山的一个环境清整，那结合刚刚理事长所说的都发处社规师的资源，那去做了初步的盘整之后，加上社造这边开始去盘相关的一个田野调查、生态的记录啊，然后他们整个环境的改造的这个部分，所以才能够呈现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样子。那我觉得在整个社造小旅行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有两个重点要看。第一个就是社区怎么去找到他们引以为傲的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是可以介绍给大家的点，这个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在每一条小旅行的路线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社区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的这件事情。那包括刚刚讲到的基隆中学的通学巷，然后从富建山后山出来的那一条手作步道，其实都可以看到社区怎么样去群策群力去改善自己的环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弥足珍贵的。是，哎，真的就是透过手作步道这件事凝聚了大家的情感，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百年老屋哦，一块来看看。带恁入来内底小看一下，爷妈，我要过来给你加料啊！严家奶奶打开门，让参与社造小旅行的伙伴们入内参观这百年古厝，红砖三合院，保存的、整理的极好，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吗？我们是第五代。他这块厝是不是冬暖夏凉？对，夏天很凉。社区理事长说，奶奶很发心将土地整理出来，让民众无偿使用，因此社区伙伴才能进行手作步道，同时也能改造环境，赋予地方新生命。步道的部分就是由我们八堵严家那个严妈妈她同意让我们来整个做改造。我们总共那时候有十几个志工一直把它整个清理出来，严妈妈也很高兴，她说不管是任何所有居民或者是说外地的她也同意说让我们直接从他们这个地方可以经过这样子。让我感觉就是说跟社区的连结能够很踏实的在一起，因为我之前我国那个高中是去台北念书，然后我其实本身是巴南里的居民，但是我发现我对基隆并不是很认识。那借由这几年跟那个理事长的那个参与活动，我发现说跟社区的那个在地的文化历史啊以及自然景观有很深切的感受。感谢地方民众一起参与，一起共融，让地方故事可以传承，亮点被看见，地方居民与在地也有更深的连结。刚刚访问的那个男生我觉得就很感动，他就说他以前根本都不认识大家，但是透过社造这一件事情他走了出来，然后他更认识在地，与在地有更深的连结，那当然就是幸福感就油然而生。那我请教鼎清其实像这样的步道旅行是社造旅行有四条，今年推出了四条，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好，那刚刚看到那一条其实是巴南社区富建山的那一条，那其实我也讲一个我觉得在这条路线里面很感动的事情，是我们其实是
导览到严妈妈他们家的时候，然后去按门铃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看一下，然后严妈妈非常大方，就说没关系，那就进来参观，然后就把大家带进去，然后就开始哦，大家就开始导览说这个是百年古厝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那个也其实反映我们在要做社造小旅行的一个精神，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小旅行去跟社区居民做连结。那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三条路线哦，分别是太白社区加上成人社区还有三坑德义堂，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在举行的所谓的田寮河跟智慧社区的这一条路线。那在10月28号呢，我们会有一个戏游记。哦，对，戏游记。那为什么叫戏游记呢？是因为我们跟北馆的乱弹戏做一个结合，那就是会到百福这边来做一个乱弹戏的体验哦。那真的就是乱弹就对了，就是它是算是北馆戏曲里面的一个乱弹戏。对，古时候的摇滚乐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他另外这三条路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每一条都有每一条它的特色。所以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都额满了。都截止报名了，但是我们其实会在后续的 podcast 里面去邀请这些社区怎么样去分享，怎么样去规划这些路线，然后过程当中有什么趣事哦。所以就如同刚刚韦如所讲说，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把它留下一些轨迹，所以这些内容我们都会录成 podcast 放在那个平台上面，那也欢迎大家去搜寻，就是在基隆跟社造谈一场恋爱，这个 podcast 的频道。那我也想再讲一下，就是其实在这几条路线当中，我觉得像是太白社区，其实很接近我们在规划这些小旅行当中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的原因是，我们上个礼拜六去了太白社区，那其实除了社区的总干事一路导览上去之外，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点都遇到居民，包括环保志工，跟美国居民都出来打招呼。对，然后每个居民就说啊，欢迎你们来啊，然后就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比如说我在干嘛点，然后我在做什么东西，然后还讲到说啊，接下来重阳节，所以我们要做红豆口味的茶粿。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回到规划小旅行的一个初衷，是我们希望把社区最值得人家看的一面拿出来给外部的民众去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哦，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真的是在不知道上班开车的途中去听一下我们的 podcast，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些路线会生得出来。对，哎，这路线生得出来真的很厉害哦。刚刚说到的太白社区，其实还有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爆饭馆的生成，我们要来看看。狂扫一空的爆饭是早年在码头工作民众的记忆，工人们用大碗工就地蹲着吃，就用老屋改建的方式给大家呈现这个爆饭馆，然后我们就专门有给大家定制这种碗工，赋予老屋新生命，码头爆饭馆孕育而生，有老板带着大家，然后把一些饭啊菜啊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带到码头上面，让码头工人就地，然后盛上自己喜欢吃的饭跟菜，透过画作让大家了解体验当时的用餐文化。码头爆饭就是这样，他们坐在港边吃饭，跟我今天吃的一模一样。文化局在今年度的社造小旅行中推出走读太白庄太诚恳欢迎入坑路线，带大家看见社区营造成果与私房景点。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发展啊，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在地原始的文化是什么，那透过就是独特的在地的文化，那才可以去发展就是我们特别的社区的产业。就像我们码头爆饭，它就是借由我们过去的就是文化历史的这个脉络，然后跟社区的关联性去找出一个特色的一个产业，那也是希望就是未来来这边社区吃饭的人，他们也可以借由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在地的故事发展。原来太白社区可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点可以让我们去探索，对，然后还有他们社区人的凝造力很强，凝聚力我觉得很强，对，就是大家对于社区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感，然后愿意一起付出。记录码头工人过去的生活样态，延伸出独具特色的社区产业码头爆饭。投入社造多年的 Mike 也分享规划的旅游路线，邀请大家在巷弄穿梭中
感受西岸三里、太白、和平、仙洞的社造魅力。记者。真的就是感受这样的社造魅力哦，这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点跟亮点。刚才还说到啊，就是那个求子山，它往那边去的话会有一个步道，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那听说那边有很多的炮台串联，我们要请教鼎青。好，那其实像其实太白它算是一个，应该是说我们西岸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的原因，是因为太白社区其实就在白米翁炮台的里面。那白米翁炮台其实在这几年基隆在推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包括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旅客服务中心，那希望透过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呢，去让大家知道基隆炮台的一些专业知识。那当然除了这个点之外，其实往前走到和平社区高永新村那边跟仙洞里，就是佛手洞那边，其实它会是一个很具有特色的观光廊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要靠大家联动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太白社区就很积极的在发展社区产业，那我相信和平社区也是其实在发展跟高永新村相关的一些小旅行，所以其实几场活动也都办在那里。那我觉得其实中间还差了一个仙洞里，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地方。那这样子串起来的时候，其实整个西岸的观光廊带就被串起来了，那或许又可以再发展不同的小旅行路线，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这样。对，哎，小旅行真的很好玩，真的就从走的当中，你可以看见在地的人事物，与在地有更深的情感。那刚才我们那个文安里啊，我们的里长其实说，他们其实之前也有推过很轰动的小旅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推了好几条小旅行哦，那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的朋友一直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再推动，像那个百年皇宫洞，就石英港走百年皇宫洞这一条就是蛮有历史感的。嗯。再就是那个义和路的皇宫洞。嗯。那从晚上九点钟开始走到早上七点钟，完了大家很高兴，外县市来都一直晚上走到七点。晚上九点钟开始走到中正公园，在庙口，在海洋广场，再到一间到康发店仪式。哇！那这样下来一整天，我想说大家都累了，结果大家还是没有玩彻底，一直想要玩到现在，还是有人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要办。那这个基隆真的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很多的那个文化历史可以值得推销，可是我们在行销之间也要把在地的生活文化纳进去，才是会更迷人、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基隆真的是值得推销的，就是刚才有讲的这个竹井龙河，这个奇怪跟外县市不太一样，传统设计都是早期的基隆的矿业，再来就是渔业，再来就是码头，这三个区块下来以后，这个竹井龙河的重点就更加强了，所以这个基隆的卖点真的值得大家去行销，值得基隆市政府加油去把这个基隆最好的卖点往外行销出去。是，哎，真的就是族群融合，而且更厉害的是要向下扎根，让学生、让小朋友从小就可以感受到家乡的魅力，然后最后长大出国或怎样，他们最后还是回来，还会记得家乡这一份最在地的情感。那当然了，这个文化部不断的在推动行政社造化这一件事情，我要请教鼎青，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困境，还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碰到，那怎么突破呢？好。行政社造化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我觉得在社造推动的路途当中一个非常艰困的项目。那为什么会艰困的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整个国家的组织跟结构当中，国家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公务员的事情越来越多，那怎么样透过在推动这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跟所谓的行政事务当中，把社造的概念融入进去，其实是一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我觉得几个目前在基隆做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初步看起来也蛮有成效的。对，当然第一个就是刚刚蔡理事长所讲的，就是跨局处的一个串联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过去这几年一直很积极的在
做都发处、社会处跟文化局的串联。那这两年又加入了教育处的社会大学，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说自己是三社一体，然后现在就说自己是魅力四社。那原因是什么呢？三社一体是包括社服、社规、社造。那魅力四社就还有含社教的部分，所以就是这四个部分。那我觉得回到这一件事情的初衷是，其实我相信很多社区他们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去不同的局处申请不同的计划。那比如说环保局有环保局的计划，社会处有社会处的计划，文化局有文化局的计划。可是其实回到一个概念是，社区只有一个，社区是一体的。那在这个社区一体的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协助社区厘清他们的问题，发掘他们的议题，然后并且协助适当的资源。那所以其实就是回到三社一体这件事。都发处的社规师比较偏向空间的营造，所以其实硬体的部分包括可能路径啊、步道啊、社区的角落空间等等。那社会处的所谓的社区旗舰的计划，它可能就偏向社会福利，比如说就是福利化社区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文化局的社造其实就是比较偏向是议题的盘点、资源的盘点跟一些所谓的软性的扰动。那回到社教，当然就是所谓终身教育的部分。那所以其实每个局处专长不一样，可是对社区来说它可能需求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行政上面的联合，可以减少碰壁的机会，减少时间的浪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采取了联合的访视、联合的审查，甚至有一点联合辅导的意味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刚刚蔡理事长才会说，我们可能受到一个社区的一个需求，说他们可能对空间有一些想法，可是这对文化局来说没有那么专长啦，所以我们就转介到都发处去，让都发处的团队去看一下说社区到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那第二件事情大概就是伟如刚刚所提到的所谓区公所这个部分。那其实这几年不管在文化部或是文化局，一直很希望把行政社造化这件事情植入到区公所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区公所是面对民众的第一线，所以当区公所的承办人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个社造概念的时候，其实对于推动业务来说，或是对于民众的回应来说，是会更好的一个回应他们的需求。对，哇，所以可以看到区公所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在这个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或者是在凸显基隆社造与时俱进及参与能量的创造性部分来说，都可以看到公部门跟我们的民众所产生的密切连结。而更重要的是，你们把这样的连结都给串起来，而且就是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哪里有什么样的困难点，我们就找对方法来进行治疗。那当然哦，凸显这样的一个社区营造的亮点部分，其实参与能量及创造性也是要很足够的。我们要请教伟如，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社造平台目前的营运状况？社造平台嘛，指的是所有的所有。对，我觉得基隆我们的社造平台现在还蛮，应该说很滑顺，滑顺可以这么形容吗？很滑顺是说，不管是参与在其中的社造伙伴也好，还是说公部门刚刚讲到的协力辅导的伙伴也好，还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在地的师资、我们家族长们，大家其实是朝着共同的目标在前进。所以即使我们每一年可能会想一些不同的做法，因为总是要有一些创新嘛，大家才能够在里面有所学习，一起成长，然后慢慢的往前推进。所以虽然可能做法会一直有一些不断要学习，然后要挑战的部分，但是目标相同的话，其实这个平台执行起来就很划算。对，很顺利。实在平台这种东西就是你感觉得到它，但你看不到它。对，那其实我也举一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在基隆平台会运作那么顺畅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局处的公务员之间其实是有交流的。那比如说刚刚也看到，就是我们举办的小旅行可能会有社会处的科员来参加，也有区公所，然后可能是培力中心举办的
儿童游戏活动，可能我们就会去参加，那就会彼此更了解说业务上面的区别，跟业务上面的彼此专长会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整个基隆社造作为一个平台，或者是要家族做一个平台，或者是跨局处做一个平台，能够这么顺畅，就是我有讲的滑顺的原因，对，很鼓励啦。对，那当然哦，就是所有的亮点当中，其实还会有推出一些文创商品。然后鼎清今天是不是有带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前面其实只是一个范例，就是我们社区其实在做社造计划的时候，其实会有自己的一些累积。那不管是用文宣的方式或是用影片的方式，那这几年呢，我觉得社区很厉害的是他们发展出他们自己全市社区的一个桌游。桌游，对，那包括这个是我们太白社区所研发出来的暴走西岸的一个桌游，那它是以码头工人码头这件事情去规划它整个所谓的桌游的内容。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社造福利服务协会所研发出来的跟百福相关的一个桌游。那为什么会是跟百福相关？因为它是位在百福社区里面，所以其实它做了一个百福的地图哦，对，然后它这个桌游叫百福奇遇记。那我觉得社区其实不是做而已哦，他们还把这样的一个桌游去带到学校做推广，然后推广不是推广而已，他们还希望透过学生玩的过程当中去改良这个桌游。所以其实像今年的百福社区这一套桌游，其实我们已经进校园有试玩过，那试玩之后学生给我们的回馈意见也会让社区带回去修改。然后最后这一套呢是我们的中传会，就是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他们跟八斗高中有一个桌游社，那跟八斗高中去合作的一个北馆定钩机，对，北馆定钩机的作用。那主要是因为北馆它其实是过去有所谓嬉皮福禄之争的这件事情，那把它融合在桌游的精神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社区其实一直在发展他们不同的能量，就是把怎么样把社区的东西转换成跟得上时代的产品的这件事情其实蛮厉害的。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做册子做文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发展要做桌游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的。是，而且刚才里长也有说，他其实孩子是不是把那些游戏就变成电子化，然后回馈给社区，然后社区以后就可以拿着，哎，你的手机就可以开始去来实境解谜，这样可以好好的推广下去。这就是互相互补、互融、共融的概念在里面。那最后我们还剩下几分钟，我们要请教鼎清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112年的基隆市社区营造联合成果展。好。今年的 tips 是什么呢？今年的 tips 就是不是小费哦。今年我们社造成果展的一个主题叫做社造人的生活 tips。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就延续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我们有一个社造家族，可是到底在这个家族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的这件事情，其实去引导了我们整个成果展的一个规划哦。那我想要跟大家先说的一件事，我们的成果展，不管是哪一年的成果展，都是跟社造家族还有社区一起讨论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公部门去做一个策展，而是大家一起去做一个策展，群策群力。对，那我觉得这一个题目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那一开始呢我们就在讲说社造人到底有几种特质，对，这边有我们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是没事找事。没事找事就是社造人的特质之一，因为你要发掘问题嘛，然后去解决问题嘛，所以就是没事找事。然后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理事长很有趣，他就说当社造人就是要有钱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还好你蛮有钱的。对，所以就是这个所谓的社造人生活 tips 就会变成是我们在整个策展里面的一个主题。那今年的展期是从10月27到11月2号，
展览地点呢，会是在我们要特司令部的官邸跟眷舍，就是两间木造的那个日式建筑里面。那我们今年也突破以往，我们不是用个别社区去展览，我们是用主题去展览。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绕着这个社造人生活 tips 这件事情，会有一个馆舍。那另外有一个馆舍，我们是去展出我们社区在这么多年来所做过的出版品，包括我们的期刊、册子、文宣、桌游、影片都会在里面，所以其实是非常精彩的。那最后也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10月29号下午，我们有一个开幕，对，开幕跟我们的动态的一个29号吗？29号礼拜天下午，那我们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表演跟我们的开幕，还有我们的创意市集。那创意市集的部分呢，绝对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因为每一摊都是我们社区想出来去跟民众互动，然后怎么去体验的一个游戏。那大概就是这样，那就欢迎大家就是10月29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10月27到11月2号可以到我们的要塞司令部的官邸跟眷舍去看展。是，大家记得一起来加入我们社造人的生活 tips， 一块来看展，就在下个礼拜，对，10月27号到11月2号，那中间礼拜天29号是我们的开幕式，有很多有趣的摊位可以让大家来互动，进行对社区有更深的认识。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带大家了解近年来地方的转型与亮点故事，也欢迎大家一起投入加入社区营造，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谢谢大家。